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魏和 Lotus， 来自中国贵州，现在是纽约大学公共关系专业的一名研究生，同时也在 Parsons 学习时尚设计。我是一个苗族人，我们苗族不仅热情好客，而且能歌善舞，所以我非常喜欢艺术。16年的小提琴和舞蹈学习，让我更加自信地站在这里。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，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，更希望通过这个平台，把我们亚洲小姐的真、善、美传递给大家，用我们的爱去感染他人，感动世界。